这里的一些仙婢都已经修炼出了仙石了，很爱胡闹的，我可做不了主。可是，傅真叔，你带这个外人进来是干嘛的？这还用问吗？又是来逼我们洗尘的。太虚哥，你说怎么办？不洗，不洗，哼，就不洗，哼。 胖胖的叫做宝葫芦，宝葫芦，哎，哼，这个女娃娃叫做灭刹奴，灭刹奴，我，哼，那个是太虚刃，人家可一点都不虚哦，他们仨呀就是这里最难管的啦。我是阿英，我来帮。<笑> 你要是想给他们洗尘呐，你就得用最笨的方法喽。嘿嘿嘿，最笨的办法，拼了！ 神隐，随选随看，请至 MOD 影剧馆 Plus 观赏。